20年前，有三个足厉害的总破塞。北部是人叫做戆人塞，伊拢用上便宜的材料，但是食了你会感觉人敢若一支嘴无够啦。中部是鬼，叫做鬼头塞，伊是一个大流氓。这道菜以前叫做但是又何奈，吃了你的菜，做鬼哪都会爬起来抢。南部是死，白吃。好神的神，除了这三个塞，搁有一个老塞，好皮塞。下孙娘娘，搁有一种塞，鸡罗塞。啊，搁有一种怪怪的塞。我就是专门抢救食物，把难吃的食物从粪汤里面救回来的料理医生。啊，我是谁呢？我是顶天有名声，下天有出名，何先生的某嘞。轰动万国，看水会震动，看困就困，放放手。今嘛无红，今嘛无红，双人枕头剩我一人。今嘛无红，今嘛无红，吃饭吃面，心酸来鼻芳。伊不是普通的上班嘞，伊北海小英雄的编剧鲁夫啊，海贼王的鲁夫，你知无？伊抓来嘞。这个人到底想发生什么趣味的代志呢？八月十六来看总破塞，你就知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神秘人物，伊到底是啥人呢？你若爱笑，你就知影。好吃，让你吃了流水年华，今宵多珍重啊！